好戏开场，戏韵悠长。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刚才我们兰芳给大家带来的这出戏是否能够打动我们现场80位的热心的听友们，他们愿不愿意走进剧场去聆听这一场戏呢？好的，请我们80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拿起手中的点赞器，为我们的好戏点赞。好，感谢我们80位的听友们，谢谢，也谢谢兰芳，请谢谢稍事休息，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这一出好戏，谢谢你。下一组我们的好戏推荐官呢，是来自我们天津的一位评剧演员，长水秀啊，是他的绝活。同时呢，他其实在短视频的平台上非常的火哈。以前呀，他就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不知道今天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好戏推荐官齐子路，欢迎他。我叫齐子路，是一名评剧演员。曾经的我用水袖让更多人熟悉，水袖呢也成了我具有代表性的标签。但是戏曲不光有水袖，戏曲的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都决定着每一个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为了演好每一个角色，唱好每一出戏，我也不断地精进自己的唱腔功法，让自己增加更多的标签。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将带来评剧花派的经典剧目谢瑶环，在这出戏中展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齐子路。我本江南女子，身为武则天的司级女官，为查案，我领受尚方宝剑，化身男儿寻案江南，却因得罪豪门贵戚，被冤入狱，成为阶下囚。面对强权，我岂能屈服？面对百姓，我岂能坐视不管？如今我来到公堂，只为拼死一搏。
得不幸，从山南大五虎权贵皆丧胆，斩才子富吏心也寒，我明知道朝中谢忠军，斩了起来。